那我们现在在 Airridge 里面 KB Home 的样板房一号户型里面，这栋样板房也有在出售哦，它的售价是150万美金。那么它呢是四房4.5卫，2890尺居住面积，占地3910尺的独栋别墅，建于2017年。那这一栋的户型呢，是比较符合现在新房的那一种开放式的厨房连通客厅、连通餐厅、连通院子、三厅相连的一种方式哈，并且厨房有非常大的中岛。那么一楼呢还有套房，套房旁边呢还有一个 powder room，也就是说套房里面带洗手间，旁边呢还有半个洗手间供客人和一楼的家人所使用。那么这一边呢，它的物业费是249块钱每个月。那现在这栋房屋里面所有的家具、所有的装修都是全部整套出售的哦。那现在就开始跟我一起参观吧。好，现在跟我一起开始参观。那么一进门呢是一个走廊，走廊的右边呢有一个套房。那跟我一起往里边走，那这一边呢是去往2楼的楼梯，那再到里面呢就是三厅相连的厨房、客厅加餐厅啦。旁边呢，还有一个可以煎 pancake、煎香肠、煎蛋饼的地方。看看这边煎蛋，那边煎香肠，哎，早餐做好了。哇，看这个苹果，这个苹果，你们猜是真的还是假的？真的好真呢，看起来特别有食欲，但它只是个摆设。现在让我们去2楼参观一下吧。空间，那这一边呢可以做书房、家庭室、影院，很多很多的用途。我个人呢比较喜欢这个 loft 空间。那在这个房间的两边呢，主卧在这个方向，次卧和洗衣房在这个方向，大家可以参观一下。Thank you.
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视频呢。这栋样板房呢，它的一楼是地砖，二楼是地板，现在有在出售并且带家具哦。那如果对这栋房屋感兴趣的话，记得联系我，我是 Mina。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呢，记得给我点赞，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，赶快关注我。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了，拜拜。